在我这边，刚刚我们有看到这里面哈，有一些免费的影像辅助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当然其实一般的照片那个比较没问题，网络上没找到很多。那我们当然尽可能就找到免费的。那我现在帮各位再做一个部分，就是说，我们其实简单一点，就是说需要是可爱的图案，或者是说你一些不同风格的。那你当然用这个美工图案是一种方法，而且它也不是区别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今天如果你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，你可以找这些网站。好像我在这边有列两个哈，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，我们刚刚有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，比如说工程的，有没有？上次有工程的，这是工程吗？不是，我记得有工程的哈，好像这个车子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这样用，你如果是网络上随便这样找一找哈，其实那个效果通常比较差，所以比较差就是说，它的图片可能，这边那边都会放弃。介绍一点点那个格式的问题啊，各位知道我们那种数位相片的格式，大部分都是哪一种格式？我们现在开网大部分是 JPG 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一种格式呢，不能带透明度，所以你今天数位相片开网的进来，稀稀大大的，稀稀大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在网页上呢，除了我们刚已经提到的这个 JPG 之外，其实呢，还有另外两种格式，一个叫 TIF， 一个叫做 TNG。那这两种格式呢，都可以设透明度，不过 TIF 只能设一种颜色，所以其实效果比较差。我们会建议各位，你可以的话，你尽量找这种叫 TNG 的。好像上这个图库的这种的 icon， 就是那种图式的，都是 TNG 的格式。那 TNG 格式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可以在256种透明度，也就是说那种不透明到完全透明，它可以是就是有半透明的效果。你如果用 TIF 就只有一种，那效果差，所以你要用这一种的。那这样子好像很抽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马上来试看看吧。我们找一个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哈，就是 iPhone 或者到上面这个，你用这个 iPhone 翻的一个，假设你觉得我就。知道关键字的，那我想要这个用法的也可以哈，所以你看我现在刚刚回到这边了。好，我们往下走，看到这边。好，我来找这个给你看一下。好。找到了。对，那么这里呢，有一些图示有没有？想要找哪一种的呢？我们找我们平时用有机会用到的，这里好多，因为那个背景不要太多了哈。现在是吃这种错了。好了，但是我想想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我们的图示的哈。因为这个图示真的还蛮多的，你看到这个图示呢，它的颜色是这样，精致度都比较够哈。你如果有看到喜欢的，你可以叫我提高。糟糕，这个图示太多了，科技。好了，我先用这一台好了，好吧？好，暂时用一下这一台，然后把它点一下。比如说，你如果简单点想用这个，假设你是在上面直接按右键，有没有？像这样直接按右键，我把它复制，直接复制，拿到我们的简报里面，我先去看一下哈。好，拿到我们简报，假设我在首页、第一页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想要放一个图啊，贴进来。他呢？那你画的效果比较差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我在，我这边问一下，如果你有用过这个的这个工具，来，请问你在 Word 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叫做图片的工具列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当然，简报、PowerPoint 也会有。
只要他有这个机啊，那种鬼哈，可以跟他设定透明度，那个真的可以用哦。可是在握的那可能还好，有没有？设定是不是透明色彩？点一下，你就知道哪一个颜色是透明的。结果是点了就变掉，因为它只能是一个颜色的透明。所以你旁边的这些不是单一颜色，这些去不掉，对不对？但效果不好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个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它了。好，有没有半诺纳？而且这里好，我们讲一下，这个才88K 而已哈，我把它储存下来。在这边，把体压缩一下。好，在这里，这样。好，那我现在怎么用它？平常，因为这个是在外面的档案，那么如果你要把它进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，该怎么做？有两种方法，有两种哈。第一种最标准的，就是它算是一个物件，所以你都从插入这边。好，这边你插入在美工图库上，从这边插入图片。以前我们都选美工图案，对不对？现在就选从档案，那它就把它档案存到里面。就是，这是第一种方法，好，第一种方法，这也是最标准的。哎，怎么办？啊，刚刚我知道我下载错了，我下载到那个程序了哈。它有一个啊。图示不见，它这个是图示，那还有一个是那个，等一下，那我们下载一下另外一个哈。这个大概是这个编码。这边哈，那如果你有关键字。那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了哈，你看这种直觉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呢、哦？我们找跟我们家比较接近的，来这一台，这一台来，来你看一下左上角这边，这是另外一个网站，它有分两种啊，一个是 PSG， 一个是 ICO， 有没有？什么是 ICO？ 我们电脑上面有没有很多图，小图？比如你知道 Word 就是那长的那样子，有没有？那一种就是 ICO icon。iPhone 的图示哈，那我们现在要不是那一种哦，我们要叫 PNG。好，那你现在看看呢，我把它点进来。好，那么它有告诉你这个哈，你看下载有分，我要的是 PNG， 好，那是 PNG， 把它点一下 ，OK， 存档下来。好，这样没有问题了，我现在回到我的简报里面了，现在来插入，跟刚刚一样，存档案。好，找到刚刚那张图片，哎，找到了。香农安妮，我都敢看的，就差那个字。所以你找那种，我们一般讲就是所谓的去背去好的，好，就是他已经帮你整理好了，那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再告诉他哪里要变透明。那你拿进来之后就可以直接拿来用，我想会比你这个做的效果来得好。哦，你直接用这种工具去的话，很不 OK。好，那所以像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找到你觉得很适合的地方，好，适合的地方，那它就可以跟我们的背景融合的很 OK。那您大概了解了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虽然我们叫做简报，也许我的美工不见得很强，可是你还会把资源，那会把资源就在美工的这些层面上面哈，就会有一些新的那种面貌出来。哦，会比较不一样。OK， 那针对这个部分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吗？有。说吧。突然不太清楚的时候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我们要会，正在简报上面的时候要会，因为它如果没有放大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要会放大。这个后面会讲，对，
因为这个软体是免费的，然后也不用安装，所以你就放在手机里面带着走就好了。因为尤其像这种东西，尤其用在哪里？房子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房子的时候，而且其实现在聊这，我们就顺便提一下，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的简报的档案，就是简报内容，请问一定要做成简报吗？啊，这样讲好像很奇怪。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做简报吗？有些你的内容其实可能会是 Excel 的档案，对不对？也许可能是图表，啊，也许我可能是 Word 啊，我比较 Word 比较详细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个困难，就是说，我常常需要把 Word 里面的东西就是转成简报，然后在那边讲。但是有些时候其实你在 Word 里面直接讲，那也蛮快的，不一定要做成简报嘛。那这个时候其实像这种软体都可以派上用场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你像我刚刚讲看网页，或者看网页，那我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讲说，这个网页现在看到是哪边，那这个就可以用。好、啊，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跟各位提到，我部落格上也有介绍。好、啊，好，那还有没有针对我们刚刚那图片的部分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你要会认识有一种格式，就是这个叫 PNG。好 ，PNG 这种格式你要会认识。好，至于说怎么去背那个，当然就我们这节课就不用特别讲。至少你可以先找这种资源。啊，你在找的时候不要去找就是只有 GIF 啦或者 JPG 这种背景不容易去掉的，你要整合就比较多的配。也许这种这两种其他的那种格式，你在 Word 里面还 OK， 因为我们 Word 里面大部分都是背景白色嘛。可是你在简报里面是不是很有经验，能看不同的颜色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去背去的不好，那就不如不要用。因为用的时候看两分半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这一种，就是有关格式。那其实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了，好，可以找到很多，所以这样子呢应该就差不多哈，所以就可以有个概念。